could you build your four walls up, then push away the people that pulled strings to place you where you are now? I bet you still don't give a fuck. Your reputation's ruined. Rest your head, you haven't figured this out.吃完饭之后，开车到湖的旁边来吃的这家是可丽饼下午茶。哒来了，大家看，可丽饼好香哦，上面是那个巧克力酱和那个糖霜。可丽饼来啦，好香啊！哦，这是一个法式的可丽饼。水，在美国如果不想喝可乐变胖，就要喝气泡水。啊，好香哦！这是法国餐厅，里面放的歌都是法文歌。下午来吃这种下午茶，就会觉得很轻松哦。是 QQ 型的，不是脆的。哇，你看满满的都巧克力酱哦，自己看看。嗯，它好吃，它的饼是软软 QQ 的面皮，巧克力酱跟金沙里面的巧克力酱味道一样哎。大家一个美国人喝法，就是你如果买这个 latte 啊，或者是买那个 cappuccino， 你可以再叫一杯冰块 ，cup of ice， 然后你就可以做成冰的拿铁哦，可以有热拿铁，也有冰拿铁可以喝。天有点热，我就来喝个冰拿铁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从 UT Austin 附近开了一个小时的车程到了 Texas 最大的湖，现在到了啦啦，这边天气好好哦，第一次来这里。我在美西就是加州的时候啊，旁边是湾，然后是海，然后我在美东纽泽西看出去是森林那种草原那种，然后我之前去过 Madison， 就是威斯康星州，它有一个孟大纳湖，超大的湖，也是很像海。今天来的这个地方，我觉得它有点像是那种日月潭的感觉，没有说很大，但是它就是很像日月潭那种风景区，然后很多人在唱歌。我觉得跟地理位置真的很有关系，像在台湾的日月潭是在岛的中间嘛，那现在德州也是在整个就是美国的中部，所以可能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就是蛮像的，中间就是会有一个湖。然后我在开车过来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很像台中的大肚山，就是左右两边是山，然后中间就是有上坡下坡的路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开车的路况。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去吃东西了，这是他们港湾餐厅，就是也是有那个意
地人在表演唱歌。好啊，那我们就继续看看湖旁边的餐厅是长什么样子吧。希望是风景很好的景色。我很久没有吃生蚝了，就是 oyster， 希望今天可以吃到 oyster。这边是湖，我不太确定有没有 oyster， 在加州 oyster 很普遍。一起出发吧 ，Let's go！酒单了，你看这个有一个帆船标记耶，看到这个标记就觉得很像在海边了。这是一系列的酒单，好，我应该可以喝这个马希斗。马希斗就是很多像叶子的东西，然后加一点点的酒，很凉爽的一种饮料。说这个马提尼可能会太浓了，应该是不行。它居然有卖 lake water， 哦，不是真的湖水啦，它是个 cocktail。那我看看，我是要喝可乐还是喝马希豆呢？不然就喝这个马希豆好了，给大家看马希豆长什么样子。坐在湖的前面，这边就是餐厅了。我真的觉得他们那个湖跟那个日月潭还蛮像的，就是都是感觉湖水很平静的那种。哇，这个湖是属于狭长型的，它不是圆形的。好多人在玩那个，就是好多人有自己的游轮，然后在玩那个海上活动，就是他们会开船出去之后，然后跳到水里面去游泳。很远的这边是给船停车的地方哦，你看这个一个屋子是给船停车的地方，有点像是 parking lot 的概念。然后他们就是会有开船啊，就是六日会开船出去玩。我觉得他们美国人很厉害，就是都很会游泳哎，他们可以把船开出去到湖啊或者海的中间，然后就跳下去游泳，真的蛮厉害的。像我本人就是只能在游泳池里面游泳。我觉得住在美国啊，像这样六日可以出来玩，就还蛮不错的。会看到很多家庭就是带大大小小的小朋友一起出来玩，其实会跟在台湾一样，就可以到各个旅游景点去踏青或者吃东西，就觉得蛮开心的哦。我猜应该是不管各个国家都是这个状况吧。有些人就比较辛苦，就要一直工作，我觉得就会比较累。而且这个酒精浓度蛮低的，就很适合女生喝。
大家如果有看到哪边的酒吧有马希豆的话，就可以试喝看看哦。墨西哥饮料两种很适合推荐给大家，第一个就是这个马希豆，第二个叫做 Sangria。下次如果有喝到 Sangria， 也可以推荐给大家，超好喝。我的菜已经来了，这个是 tacos， 墨西哥的 tacos， 是虾子的 tacos， 炸虾、甜菇跟很多蔬菜。然后这个是必点的，是炸虾，美式炸虾薯条跟它蔬菜。这个好像是羽衣甘蓝，就是人家说是很不好吃，但是在美国就是把调味了之后啊，再加一些酱会变超好吃的。我觉得我的菜可能会飞走哎、欸。这个羽衣甘蓝，在美国加了很多酱料之后，就变得超好吃。原本应该是要用手吃，可是因为疫情关系，所以我还是用叉子吃就好了。跟我一起来的人已经快要饿死了，因为他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吃饭。有点硬哦。估计大家应该会狼吞虎咽的把这一盘吃完哦。